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高尚公司生产的新型气动上滑式双工位碳化机。首先，打开电源开关，给机器供电，然后设置好所需要的温度、时间。一般做热升华，温度在220度左右，时间在25秒。设置好温度时间之后，然后就选择自动或手动。首先，我给大家烫一片。白色的布，然后这个图案是米老鼠，放在材料上面，机头移动，时间到后它会自动上升。同时在这一面可以连续工作。好，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很漂亮，色彩艳丽。这怎么 OK。